其次呢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主人公请出来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郭德纲。为什么今天是过生日嘞？今天大伙生日，加上台上有这个蛋糕，给他唱个生日歌怎么样？我起头啊！祝你生日快乐。就是为什么还要唱跑调呢？这个妈呀！生日快乐！哎呀！许个愿吧。啊，许个愿。许个愿。不让点蜡烛。蜡烛。不让点啊！剧场也不让点啊。有明火的。啊。而且你吹啊，争取一口给吹灭了。啊，我是为了吹灭去了，我想。人家看不到这嘴唇怎么我现在想不了我的嘴唇。二哥，给他唱口让兵。许愿啊！唱我也有今天呀！哎呦，这感觉还挺……我给你唱首歌吧，唱首歌。好。好。好不好？好。前两天过生日，我给秦霄贤这个唱一首 DJ 版的《大悲咒》。我准备。刚才听这个，这特别有意思啊！南无达拉达呀呀，南无那迦那萨嘎。拉加那哟哈拉加呀达达达达呀阿拉哈迪，我们是秦霄贤的爸爸。这马玩意儿啊！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，就是今天准备这个任务，我们准备唱点歌什么的。对。然后大家一块过个生日，其实啊，很感慨，很感慨。是因为第一次过生日，在舞台上，其实就是在三里屯。他说第一次在舞台上过生日。在舞台上。不下来。啊，这个让老汉上来吧，让他调个琴。啊，老汉。这啥玩意儿？我的天！那你扔吧。说你要摔到人后脑勺上了，行吗？1、2、3。祝你们，恭喜！
看这。今天都什么形象？嘴肿的。哎，这个麦能大点声？哎，把手里边的手机都举起来。红灯。哦，哎，对，那个行，蓝色的那个。哦，可以。有的蓝色都举起来啊，有蓝色的都举起来。蓝色啊。请转把我请来到心里，山花
小夜暮色从然后尽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山羊爱人的你在哪里？这视频在盒子里。U 盘啊 ，U 盘啊。嗨。啊。啊。
谢谢。啊，我以为给我送个手机呢，我以为。开玩笑了，开玩笑。这个，哎，你进来。谢谢。其实，我们作为说相声来说呢，现在可能会变成啊，慢慢的，大家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了。其实我们希望传播的是一些正能量。对，其实是希望这样的。好多看到说是白月光去做一些公益啊什么的，其实我特别开心，因为当时为什么要给我自己的粉丝会起这个白月光的名字？因为自己太黑了。就是。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？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白月光可能是不争不抢啊，大家伙儿，因为我也能看到网上啊，会有很多吵架的呀也好。我发现其实咱们这儿的，就是我劝大家就是越少越好，因为这样的话不好。对啊。希望大家过来开开心心听相声。啊，刚刚提了秃噜的，大家也我基本上能明白大家什么意思。其实我也有些话想跟大家说。就是这个大概得有来七队得有三年了。三年从15左右。负债。其实到现在大家伙这么喜欢我，其实特别感谢大家。我呢也希望会慢慢的越来越努力，也不要让大家对我有失望的感觉。其实，在德云社这条路上，好多人都说嘛，说我呢不像一个说相声的。其实，在网上会看到一些自己不会想看到的东西。其实，一句两句的，其实发的就是想发泄一下情绪也好，但是我们会特别认真的看，然后看完以后其实真的会难受几天。像二哥其实也这样，有的时候网上表情这么懵干嘛啊。其实二哥有的时候跟我在台下也聊过，说这个网上有好多人骂我该怎么办。其实互相安慰的也都是这话，就是别看了，看了也没用，能怎么办呀？慢慢变好呗。对。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好了。天章老师来说，其实他希望自己以后是实力派的相声演员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对，其实各位还是他，其实还希望各位能够记住他的相声。就是不要说就是光过来看脸，其实脸跟实力其实在一起并不冲突，其实不冲突，不冲突。对，看上你的。我们永远爱你，白月光一直都在。特别感谢。可惜我们一起加油，年轻的时候陪你。哈哈哈哈哈！笑起来真好看。老秦是吧？意思就是说我是使劲儿。别使太大劲儿。再唱首歌吧。我们那么的爱着你。哎呀，你这小词儿背过吧？我。谢谢。我们有听你说，听我们说，爱你。爱你。我爱你。真的看到大家对我这样特别开心。希望你永远开心，我们一直都在爱你。哎呀，太刺激了。
谢谢。哎，啊，还有来一个朋友。哦，啊，怎么搜？哦，在哪儿搜啊？搜到网站都能搜到，搜都会有。啊，都有啊。音乐平台都会上线。哎呦，花不少钱吧？挺心疼的也是啊。哎，报不起。哇，你前两年还报得起。谢谢谢谢，嗯，谢谢。哎。他喜欢你五年了，今天脱粉了。你是干告别来了？哦，那行。不是脱粉了，分了一边。哦，单方面分手。太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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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老秦。哎哎，之前送给你一个横幅，告诉你不要打开，让你今天返场的时候再打开，你现在可以打开了吗？啊，我们不就现在不让开，不让开，不让开吗？那你回家就能看看吗？这顶儿是小伙子姐妹一块儿给你签的名，还有给你的生日祝福。我都挂墙上，我都。啊，我以为我长不大了呢，啊，我以为活到今年就结束了呢，让我笑了。哎呀哎呀，二哥，嗯，这咋比我们难受呢？你上吧上吧上吧算了算了。我明天确实决定去吃海底捞，但我就别告诉你去哪家了，反正我们去肯定是海底捞。哎，假装好，假装一块发个微博是这意思吧？正主没饭香啊，就我们没有饭香。哎，你说我们还不是很值钱、啊、明年呀、啊、哦明天呀、啊、我没那么没那么多照片，一会儿就你们就看一眼二哥的微博吧，今天晚上反正他得发，因为有好多好多存货我都没发，然后又给他了，让他发了。是吧？老秦，300万福利，马上。老秦，给我300万福利。哎，我记得，我记得啊。这喊的撕心裂肺的。哎呀！我就得带走。挺好贵。求你带走。哎。二货没有带走。带走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家放不下了，有点啊。我自己去，我去。南方哈、啊，我也听组织安排的。嗯，还有狗，还有狗呢。啊，他们也不生了。我怎么感觉自己吃亏了呢？老秦，我这就给你们两个从一号开始做出去。嗯。我听组织安排。啊，对。我一直也是等组织安排，说让我去我就去啊。这些很多东西我也定不了。哎。看了，在哪？没有看吗？围巾是什么颜色的？看了围巾什么颜色的？我给你织围巾吧，别提了。在哪儿呢？你？我家里没做的。灰色的。哦，对，是那。是吧？哎呀，我这是神一样的记忆力，这比考试都紧张。哎呀，你说我要答错是不是出轨的感觉？其实。哎呦！给你带回来的皮卡丘，皮卡丘的那个
看见了，一会儿可能就得玩了。对了，你拿电池。现在在哄孩子呢。啊，那个毛衣是不是？啊啊！来，你们这你们，明显我们都得穿上。对，其实大家聊聊天其实也挺好，但是聊天长了吧，大家其实说的话题还是我其实都想听完了，还是。是好，我就等着上。其实啊，我们也别这样一直聊下去。啊，你哎，说说。您等会儿啊，就是你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我，你有个他对象也特别喜欢我。我不想听这个。啊，那我现在是第三者。没明白。他都喜欢你啊。他都喜欢我。啊啊。又一个。谁俩也是啊？来现场啊。哦，生日快乐！啊，您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。啊，其实我是从纽约来的，我飞了三次，从纽约飞到广州，再飞南昌，然后再来台北。我的票在这儿，每天来回两场，花了我可多钱了。我怎么这么有情绪呢？怎么？情绪没有情绪。啊，那就行，那就行。这是礼物，一会儿你给那个谁。给个工作人员一会儿啊，是吧？对，其实，哎。好嘞，我会努力背这些单词的。好了，来吧，我现在哎，好，我会说两句。我爱你们，好吧？我跟二哥一块唱首歌了，时间不到，来首歌曲。我应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。情况永远不下。
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戍歌里，风千愁的飘逸，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。你就猜对暗色的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家美与现实之间两难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叫人始料不及。笑恋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到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我一路向北，想离开你的季节，你说你好累，却无法再爱上谁。你还要我怎样，要怎样，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。我没能力遗忘，你不用提醒我，哪怕结局就这样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。可以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，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，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。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，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。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，趁你还远，确实是特别感谢大家能过来给我过生日啊！今天也是23了，对，23了。觉得也经历了三年，在台上经历了挺多风风雨雨啊。嗯，大家也会陪着我过来。28了，哎呦，全完了，全完了。想是有情绪，赶地铁是不是？车着急了，气死我啊！其实大家。其实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，我也知道其实在台上我自己也会有很多弊端，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小的意见呀、想法都跟我说一说。其实有时候在台上大家对我真的是捧着听啊，真的你们有什么意见一定要跟我说，我也是一定要去台。对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尽量自己不迟到，确实是啊。啊，我希望这是第三个生日，希望以后的日子还有你们。有，我们一直都在的，每天都有你们陪着。是是是，啊，其实时间也不早了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别走！我已经感觉，我现在已经感受到服务员对我的那种杀我一样的表情。有比个心，比个心，谢谢你们。比心，这么比。就你们不觉得这个动作像个猴一样吗？没有没有。
让大家早休息，让大家早休息，然后快回家吧。然后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太坏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因为公益这种事儿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好啊！希望我们能早日看到你的专场。好，然后大家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到家以后，反正就尽量告诉我，好吧？我今天晚上把微博私信打开，好吧？关了多少年了？啊！帮我，帮我，时间到家，一会儿就发，一会儿就发。有好喝吗？好，你快点给你开的酒好喝吗？姑娘少喝酒，少喝酒。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大家早点回家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